哦，我呢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也是宠物可以升五星，双鱼它可以拿到八星宝物，双鱼座的项链。兽人生命值增加，减少士兵升级的费用，减少士兵升级的费用。我都一样。好。然后勋章，所以就是专门捡士兵升级的费用了。然后他拿到碎片的地方就商店，随机出现。然后你要西亚的宠物拿完之后才会有。然后应该就这个地方吧。